好吧，没错，他就是有着这个角度可以娇俏外表甜美又红的音乐精灵，人气主播冯提莫。看好来了来了哈，注意着啊。Hello 大家好。我要往前面一点。Hello 大家好。然后很高兴也很荣幸然后来到这里。这个角度可以吗？不行，你们要跟我说。也是我第一次当评委，我现在非常的紧张，然后手心脚心其实都在出汗，因为是我第一次能够参与选美这个评委，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很不完美，但是呢我觉得大多数我跟那个大家的眼光应该都会一样的，用一颗不完美的心然后去看待我们认为完美的人和事物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玩得开心，看得开心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